师兄因为啊搬到的这些来做环保哈，啊所以有些都还没有吃饭嘛，我就弄一点绿豆啊，就是切一点水果弄一点点心呢。我们这个北投山环保点，刚开始是一个月做两次，后来因为东西多，所以说改每个礼拜三晚上，时间到的话，哈，师兄他们都会过来，一起来做环保。那邻居的话，他们有的话，他们就会拿过来。这个也是在救人，也是在救地球嘛。这个叫做牛奶瓶，或者是豆浆的。雾白，这个串在一起，它这个叫做 PET 啦，就是宝特瓶的透明的，透明的，啊，这个全部串在一起，大家都出一份力量，那么他们就是减少一份负担，就是要从每一个师兄师姐做起，你本身会讲会做，你才有可能把它推到社区里面去。做完环保的话，因为大家时间还有，我会准备一些茶水，然后一些东西，大家在那边喝喝茶。最近上人希望说能够读书会遍地开花，啊，就由吴勇师兄来带，也让师兄他们都了解一些上人的话。我们不是只造福，我们还要再修慧，要福慧双修嘛。心中有佛法哈，遇到事情就有办法，你就能够去转念嘛。那师兄也做到，他们也都很欢喜。